想问你，怎么那么胖啊？相信你对阮讲过的话，哎，说你说你说你，讲出的山盟海誓，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多。欢迎来到相亲，我故乡的相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向慧玲。哎，师妹，你点名了红姐，牵拖你牵。红姐，来，我的好姐姐。等一下，你想到那忽然间，身材那边哪里？是啊，你有所不知，因为最近最近买鸡青花多啦，好买鸡青花多，啊算伙食有比较好一点点，所以呢，本来今天是叫向慧玲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吓到慧玲。吓到呀！开始，他应该是大象的象，向慧玲。向慧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刚才登台前哈，我说我跟喊慧玲视讯呢，今天吗？对，慧玲说呢，一共恭喜仔哦，横膈膜以上跟他一模一样。这里以上，在这以上，哪里一样？这有显示没？嘿，横膈膜以上是包括到这里呢。从胸腔以上到头腔都跟慧玲说都跟他很像。哎，一共跟阿公定格，一共你要好好表演，因为呢，如果一旦你还没有好好表演，我的公司被加纯正性男合理，惊死，破坏人家的形象。全程录影呢，惊死，不是你敢来，就敢要敢负担一切。哎。